爱情里头，就是你算一个人的生命，相等于自己的生命。I would say that love is the complete total devotion, giving yourself to one another, and it's completely and totally unconditional. 爱情在汉语应该只是说。妻子和丈夫、男朋友和女朋友的关系，爱情不是亲情。嗯，虽然在言语里都是 love， 但是在汉语里，爱情不包括亲情。在2012年，最流行的短语在谷歌搜索是“爱是什么”，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同意“爱”的意思。用普通话，我们可以说：“爱情、感情、喜爱、受伤、热爱、深情、爱护、爱意等等。”爱有几百万意义。爱是不是化学？我们的身体有化学品会控制我们的感觉。爱只是激情或欲望吗？我爱我的丈夫、我的家人、我的狗。我对他们有很深深的感觉，可是不一样的感觉。我给你一个例子，两个人说他们相爱。我们怎么知道他们正在经历同样的感觉？哲学家 Julian Baggini 说，所有的爱是一个激情的承诺。爱有感觉，可是不是感觉，而是承诺。爱是每个故事的驱动力。不只是浪漫的爱，而是家庭的爱、国家的爱、父母对孩子的爱。爱深深影响我们，可是没有一个人完全了解爱。一线一线亮晶晶，留下岁月的痕迹，我的世界的中心依然还是你。一年一年又一年，飞逝尽在一转眼，回忆永远不改变，是不停的改变。我不像从前的自己，你也有点不像你，但在我眼中，你的笑依然的美丽。这次只能往前走，一个方向顺时钟，不知道还要多久，所以要让你懂，我依然爱你，就是唯一的退路。我依然珍惜时时刻。
刻刻的幸福，你每个呼吸，每个动作，每个表情，到最后一定会愿爱你。我不像从前的自己，你也有点不像你，但在我眼中，你的笑依然的美丽。这次只能往前走，一个方向顺时钟，不知道还要多久，所以要让你懂，我依然爱你，就是唯一的退路。我依然珍惜时时刻刻的幸福，你每个呼吸，每个动作，每个表情，到最后一定会依然爱你。到最后一定会